5, 6, 7, 8，邵以涵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我说过这首不是这样放，我不会再说第二遍。我会被打死，还不练习啊？第80名有什么好顶嘴的？79名也好不到哪里去。76还敢睡觉？想被队内淘汰吧？只有研修。就研修，比如说我和公研修在玩的时候，他就是可能我搞他一下，就这样打一下，他也说研修啊，你要玩，就是什么事都是研修的错。那我根本都没讲话。他的停顿点也和我们不一样，比如说，大家快点去训练了，不要再磨叽了。你们再这样的话，我把摄像机关了，我要生气咯。各位，我们真的要练咯。各位，我马上就要生气咯。但是我们大家会听他的，不管他怎么对我们，反正下课的结束之后，我们一定会殴打他一顿。吃饭睡觉，殴打引号 AJ。我们的殴打是挠痒痒，是一个很轻松的殴打。比如说龙哥错了，他就会龙哥，带我单抠啊。你怎么很想抠动作是吧？啊、你想死吗？想抠动作是吗？你皮痒了吗？大家不要学习，也不要随意模仿。头皮发麻，无懈可击，太帅了！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觉得他们队长乾坤哥真的很厉害，特别会组织大家，队友说话的时候啊，干嘛的时候他都安排的特别好，他就是一个整个团的一个顶梁柱的感觉。我喜欢肖俊，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。我也特别喜欢那个肖俊学长，我们在一起玩那个运动会玩游戏的时候，感觉他们也非常努力，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玩游戏。我超喜欢里面的 Ten， 真的挺有范儿的，很独特，然后也有自己的风格，笑起来太治愈了，受不了了。为舞台而生的一个人，跳舞跳得无敌，而且表情管理非常非常好。卢卡斯你太帅了，学长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进步的那个里程那个点 point。 他在台上的无论是表情管理还是魅力还是功底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。我知道他了解，对，了解的他就是他是已经真的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就是有人也认识他，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在练习生活在怎么样。轩哥帅，还是学长帅？轩哥，没有没有，轩哥也是学长，没有啦，我觉得两个都那么帅。你们永远损我一下，然后再圆回来。我喜欢的是和他撞了卢卡斯和董思成，我觉得很帅很炸啊！你啊。你也挺好的。对，他经常这样。你就喜欢争宠啊。我只想问一下，就是我在别人心里的地位是如何的。